让我们欢迎，哎，可以了吗？他在后面吗？好，让我们欢迎，在这里，让我们欢迎 LK。我是来自那个纽约的洛杉矶的那个弗朗明哥分校的 LK Login， 大家好。到底是什么？弗朗明哥分校，是我们的纽约校长，他特别啊。我然后我就唱那个泰鲁格族语的，对，就在那边就是教泰鲁格族语的，对对对，好，对啊。你要先唱还是你要我先访问你？事不多说，先唱。事不多说吗？对，事不过三哦。好，那就先唱好。先唱。对，这首是什么歌？好，这首歌是泰鲁格族语的歌，叫做《米亚索后》。米亚索后是什么意思？你好吗？对，大家说一次。米亚索后。再一次。米亚索后。来说。米亚索后。很好学。对啊，那等下可以一起唱的。我觉得可能有点难，因为很难唱。对，好，这首歌叫做《Mi Asofo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我先唱喽。OK OK。Thank you.
谢谢。我唱完了，我唱完了。